你看国家，国家这个多强大呀，是不是？深究那时候人们都看了吗？回来以后，今天我还说，回来以后一个凳子排在外边，不管是天热天冷嘛。你看现在这个条件多好啊！一过来一，不是沈十三，你们看没看？一辆车一辆车直接都进到这个城里，保障车，条件保障车多好啊！十年前的时候，因为咱们是刚刚介入这一行，是不是？感到有一点渺茫。从我历次这个航天事业以后呢，就觉得哦哟，咱们国家强大。人家姑娘也是说，儿行千里母担忧嘛。但是她说妈妈你放心。她最喜欢吃您做的什么呀？羊肉烩面呢。我家姑娘可好养，米皮啊米线呢，就是咱们河南的胡辣汤啊，最爱吃的就是这个。如果是没有疫情的话，我们全家人组团到北京航天城迎接我们的姑娘。迎接沈十四圆圆满满风风火火的完成任务回来。我家姑娘执行任务是两年，他们12年第一批的甚至还准备了14年。咱们国家从他们那时候咱们看那个航天事业那个条件，你再看看沈十三回来那个条件，就觉得咱们国家确实是强大，确实是值得骄傲。最感到骄傲的，我觉得还是咱们的新兴园丁。我们把孩子送到小学，送到中学，送到高中，送到大学，都是园丁们一步一步的跟着过来的。我一直就说很感谢咱们的园丁，很感谢咱们的部队，我们这是给了他生命，这些路呢都是咱们国家一步一步的给他们送上去。因为我们要帮他们分担后勤的事业，支持他们在前方的工作，我们就是后勤部的部长，自己给自己封个职务。西方，家里面的一切后勤都归我们这些航天事业的老年人管。